在不同浓度的硝酸溶液中通入硫化氢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如下，请同学参考甲、乙、丙、丁四个反应。上列氧化还原反应若只针对硝酸氮的氧化数的改变，将单一氮原子的氧化数的改变差距从大到小依序排列，则下列哪个选项是正确的？那同学要就要针对反应式左边的硝酸的氮跟右边含氮物质氮的氧化数来进行判断比大小。 首先，我们看到甲这个反应，硝酸呢，它的 NO 三负，这个氮是正五；右边 NO two 这个氮是正四，因为氧是负二，有两颗是负四，所以氮是正四，这变化量是一。再看乙这个反应，哦，它从正五变成 NO 的氮是正二，所以这变化量是三。再看丙，右边是 NH 四正，哦，那氢是正一乘四正四，所以这氮是负三，这变化量是八，应该看起来蛮大的。再看猪。 它从 N O 三负变成 N 二变成零哦，那这是减五，所以它大小顺序呢是丙大于丁大于乙大于甲，那后面就是它的变化量哦，所以本题的答案就是 C 选项。